好，其实 Robert， 我们今天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消息要跟大家分享，那就是2月6号星期天上午的11点半有大事发生。冇错啦，嗱，嚟紧嘅2月6号星期日11点半，记得揿我哋呢个二维码，扫描二维码，然后点击我们的2月6号上午的11点半，准时跟大家线上见哦。冇冇错过啊？对，千万不要错过，还有财神爷在现场给您发红包，好运连连。